是 Rock， 那么今天呢，我必须要为大家带来一款 NES 上面的台湾游戏，台湾的红白机游戏。Are you serious？ 无论如何，这款游戏叫做 Tag and Dragon。我要 Dragon， 这一点不像台湾人做游戏。但无论如何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下面的游戏公司名称？沙泉、圣千。如果你们是资深的老玩家就知道，圣千是一个制作非常多烂游戏的台湾烂游戏公司。无论如何，你们想知道这款游戏长怎样吗？让我们先来看看吧。哇，这款游戏你就是这只绿龙，然后呢，你必须要用各种方式想办法把这些给红龙杀死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你必须要把他们的尾巴咬掉，没有错，你就是把它咬掉而已。而且呢，它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好咬，而且呢，其实基本上你只要一直按你，一直按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啊，基本上就这样。这款游戏呢，会让你感到非常没有成就感，你就是一直随便乱按键，然后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按，就这样。当你真的把这些龙全部都杀死之后，你也没有任何成就感。没错，这游戏就长这样而已。这游戏完全没有任何特点。这游戏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这款游戏呢，它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小游戏。可是这个游戏呢，却是让你完完全全不会想要玩的那一种。这款游戏呢，其实当初有在一些的一个租书店，其实应该都有出这款游戏。可是呢，这个游戏根本就没有人会想要把它拿来杀时间，就算游戏很烂也是一样。可是呢，这款游戏，我看你宁愿会去玩扑克牌，也不会去做这个游戏。这游戏其实还有一个双人模式，可是说真的，双人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。所以，而且我是一个人，所以我就玩单人模式而已。然后这游戏就这样而已。然后你就这样一关接着一关，然后再接着一关，再接着一关，然后全是运气，就这样而已。18，哇，好疯狂哦，哇哦，好吧，我现在正试着想要让我自己嗨一点，可是后来发现到我根本没办法，这游戏真的太无聊。无论如何，这款游戏就是这样了。那如果你们对这个系列有任何点子的话，你们可以来给我一些点子，直接在下面留言，我去看到之后我就会做。那么无论如何，这款游戏就到这样了。那么，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喜欢或是订阅。那么，我们下次再收看，谢谢大家。